2、3、4、5的亮，新闻过后又来到节目，精彩又热闹，不怕行家来比较。欢迎继续收看精彩又热闹的五等奖节目。好，刚刚在新闻之前呢，我们已经预告你了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超级强棒要出现了。哎，我们到底来看看这位超级强棒到底超级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哎，等一下啊，惠妹，超级强棒要沉住气啊。哎哎，这就是呢梁家辉的弟弟梁家伟。真的、啊、真的，那不是梁家辉和我的弟弟加起来梁家伟吗？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他真的是叫做梁家伟、哦、啊。来，带来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动听，《长发的女孩》，让我们欢迎梁家伟先生。掌声欢迎他。长发的女郎，你那忧郁的神情，柔柔的迷惑我的发。长发的女郎，你那深深的酒窝，汹涌的过了我的窗。我在漫天波浪里本身不活的飞蛾，你是无情的烈火。长发的女郎，你那坚实的心肠，可曾回首来想一想？长发的女郎，你那冷漠的深情，可曾回眸来望一望？我在漫天波浪里盼，你在十里屋外面上。我是粉身扑火的飞蛾，你是无情的烈火。长发的女郎，你那冷漠的深情，可曾回眸来望一望？谢谢梁家伟先生所演唱这首好听歌曲《长发女郎》。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卫冕者张惠妹，她要演唱这首歌，是一首怀念老歌《春风吻上我的脸》，来，掌声欢迎他。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谁说是春眠不觉晓，只有那偷来人儿才高眠。
灯数，搞不好我们这边五个灯，一个灯、两个灯、三个灯、四个灯。好，四个灯，四个灯，四个灯，也要站住21分吗？好，22分在这里，看有没有希望。18、19、20、21。哇，太棒了！教这个张惠妹其实还有很多的绝招。我想张惠妹刚刚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谈过了啊，谈到一些你们这个年俗，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你们自己本族的话教我们电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怎么样用卑南族的话来说这个新年快乐，好吗？可以，不过这很难，很难，是不是？好。스마가르타자하면，听不懂。来 ，one more。스마가르타자하면。可以吧，是吧？可以吧，怎么没有掌声呢？你看，哦，真的是很难的，这个是新年快乐。那会不会唱一首你们那个，如果你们卑南族的这个好朋友，就是说当你们新年啦或者丰收来喜庆的时候，都喜欢唱什么歌曲？唱一小段就好了，一小段就好。好，好，这个是那种季，就是丰收节，丰收节的歌曲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哎，真的是非常好听的歌啊！哦，刚刚那个秋姐虽然说我们这个挑战者是一个超级强棒，希望在下个礼拜呢也能够带来更强的歌曲来接受挑战，也请登上我们的卫冕者宝座。